夫妻呀、不能分床睡，分床睡久了，那感情慢慢也就淡了。夫妻不要分床睡，两口子感情要珍贵，夫妻各该各的悲，两口子感情要崩溃，夫妻何该一床悲，证明了感情已到位，一床一被是标配，否则感情必定要倒退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也说一说，你们夫妻是怎么睡？两个人感情是否已到位？自己感情自己来比对。两口子睡一张床，偷偷说点悄悄话，那感情多好呀！朋友们说是不是？夫妻何该一床被，证明了感情已到位，一床一被是标配，否则感情必定要倒退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也说一说，你们夫妻是怎么睡？夫妻之间不要分床睡，否则你们感情必定会倒退。